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兰。今天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会进入海拉尔城。祠堂跟支线任务都解得差不多了，然后招聘的地点也只剩下两个。不过我想进入海拉尔城之后，应该还有蛮多地方可以探索的吧。那我现在是在海拉尔城西边的丘陵之塔，那现在就往海拉尔城的方向，然后去解途中的祠堂。有磁场的反应了，海拉尔城越来越近了。磁场在哪里呢？这边有一个可以炸开的洞，可是有很多刺刺。狐狸被刺刺到了，看来应该是在这里吧。哇，好危险哦，旁边好多炸药。第一个祠堂，力量的试炼，看来是最简单的。王家之盾，之前好像没有拿过。继续前往下一个祠堂。在刚刚的祠堂不远的地方也有祠堂反应，应该在这里吧。旁边有几个守护者，又是力量的试炼，不过也是最简单的。非常简单。王家之枪，没有很强，就不拿了。一开始就迅速的解决了两个祠堂，那接下来就准备往城的方向前进。不过在入城之前，先到下面这个地方，这附近应该还有一个回忆的地点，先去瞧瞧。
应该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了吧？就说这一路上有点危险，守护者很多。哇，前面有守护者，试点场机。这边剣に選ばれしハイラルの勇者よ。そのたゆまぬ努力と結実せし剣技を認め、女神ハイリアの名において祝福を授けん。空を舞い時を巡り黄昏に染まろうとも、結ばれし剣は勇者の魂と共にさらなる力がそなたと、そして大魔の剣に宿らんことを。遥か遠き過去に生まれし。やれやれ、前途多難みてえだな。何言ってんの。お月の騎士任命の記念に太古の伝説真似てみろって林立てたのあんただろう。とはいえ、彼に対する態度に関しては、あの姫と気が合いそうだよ、僕。しょうがないよ。お姫様にとっちゃ、あいつの存在は、そう、コンプレックスの象徴みたいなもんだから。这场仪式还真尴尬。现在剩下的回忆应该只剩一个。只剩这一个了。不过这一个看起来是在城那边吗？总之先前往。哎呦，被发现了。说我还没有试过这个剑呢。是还蛮强的啦，可是感觉有点浪费，毕竟那个剑还蛮贵的。总之就出发前往海拉尔城。这应该是比较外围的地区吧。哇，完全被黑黑的东西包围了。太一样。这眼睛还不能从后面，他没睁开。
感觉前途多难呐、啊，还在这么外面的地方。前面感觉又是守护者。中央广场，这是以前的中央广场，已经变废墟了。一直在下雨，有小多飞行的守护者，赶快过去。拉尔城，地图变了，是说不能从正面进去啊？卡农在主城里面，然后我们现在在入口的地方，它有好几个红色的那个东西，那是什么？有点像门。守护者，等一下，后面也有。太远了吧，那一位，那个守护者，这样也行。这里好像过不去了。眼睛是在另一边呢、啊。那边有一个红色是什么？在这里。所以是真的是门。糟糕，地图有点看不太懂。应该说变成内部的路线了吗？哎呦，应该是要用这个吧。现在完全处于乱走的状态。箱哦，现在非常需要这种剑。什么训练所？怪啊！现在拿这个剑打起来，声音有点爽快。
敬畏的两手剑，双手剑啊。欸，是不是有一个任务要敬畏系列的，是武器吗？还是服装？总之先把它捡起来。下面还有宝箱哎，藏得这么好。兽神之盾好像也没看过哎，好强的盾哦，太好了。这边是有宝箱。尼尔多拉的牙齿碎片，嗯，这个城堡里面是有蛮多宝箱的啦。这是什么？前面这个又是什么？又出来了，有一个眼睛。我现在在哪里呀？已经进去一圈出来，我已经迷路了。现在在，也是还在入口不远的地方。现在整个不知道该往哪走。下面好像还有门吧，下去看看。下面有通道，哦，有宝箱。坑道，换套衣服。弄错了，这个。这边是矿坑啊，所以我要搭乘这个。打不到怪，哦，到了，这边还有路，不晓得自己走到哪里了。牢房里面有宝箱，入口在这里，里面有怪。欸，那怎么进去啊？而且这边有金，哦，还是要从这，把它关起来了。
是这边有大只的。矿石，是说现在是不是大师剑不会坏掉啊？感觉打了蛮久，一直都还好好的。嗯，刚看到的宝箱是在这里吧？这。嗯，结果是矿石。还有路，等一下，前面看起来不太妙哎，感觉就是什么怪之类的。先换套衣服吧。哦，看起来是骨头型的那个独眼怪。一样有效、啊。是没有很难的、啊，他身上插了一堆武器，也有宝箱哎。哦，所以海莉亚之盾在这里啊。哦，运气还不错，竟然没有很久就拿到了。是说我比较想要寻找祠堂啊，是说这边要怎么过去啊？还好上面可以走，那也没有眼睛之类的，眼睛在这里啊。说这边可以到外面。就打完大剑，祠堂是不是在这个方向？到底在哪里呢？是在这里。哇，
哇，也跑了蛮久的时间呢，才终于找到祠堂。更不要说内部才逛了一点点，我这是最后一个祠堂了。什么？又是力量的试炼？今天解的三个全都是。火焰之剑，最后一个克服之阵。哦，他说已经解决了全部的祠堂，叫我去被遗忘的神殿。什么？又有支线任务？看来海拉尔城一时半刻也没有办法全部探索完，那就先离开这里。所以脱出之后就会跑到海拉尔城的外面。那刚刚又接到了一个任务嘛，导师的赞赏，他叫林克前往被遗忘的神殿，好像他有准备什么东西在那里。然后另外之前有接一个沉睡在海拉尔城的武器，发布任务的人想要看禁卫系列的武器，那今天有拿到一把吗？这个还蛮强的，禁卫的双手剑。那先去把这个任务回掉。在什么？在利巴塞德马宿，应该是在这边吧？不对，对，这里。这个任务接的有点久了，我已经忘记是跟谁接的。这里，这位。还蛮帅的剑，这好厉害！谢谢你让我看到这把剑，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寻找看看呢？300块，还不错。这样这个任务就解完了。那另外，导师说要前往被遗忘的神殿嘛，应该是，对，是在这里。现在来到被遗忘的神殿，然后这边多了三个宝箱。哦，吹熄了勇者帽子，这就是那套小飞侠的装扮吧。果然是他最经典的那一套绿色的服装。让这个任务也解完了，传传看。是说他现在穿这一套啊，
有点像普通的路人呢。那客服之证也收集到四个，应该说最后的四个啦，那就跟女神像换生命力。女神像跟他说，他的生命力已经到最大值了。好啦，那今天终于把120个祠堂最后几个都解完了，然后也有稍微探索一下海拉尔城，另外还特别拿到了海利亚之盾。这个盾超级强啊，90欸，这应该是最强的盾了吧。这个盾真的蛮好看的，目前应该只剩一个支线任务还没有解完，然后还有剩一个回忆的地点也还没有找到，那下次会继续探索海拉尔城。我想应该还不会那么快去打卡农吧，应该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地方。那今天就先进行到这边咯，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